小孩跟皱纹一分熟，课本跟操场两分熟，灵感跟笔杆三分熟，你跟我，在座的你跟我现在几分熟呢？爱人跟浪人五分熟，寂寞跟群众六分熟吧。自己跟自己，从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，真实的自己跟虚假的自己，几分熟好呢？无论如何，幻想跟做梦是八分熟的，加号跟减号九分熟，原点跟终点十分熟。